大家好，我是 Victor from Fulcan Wellness。 我们 Fulcan 在2019年是开始是在三打根，然后我们2021年就在 KK， 2022年就今年我们会在斗湖，已经是发展在斗湖了。我们很感谢顾客的支持，也认同我们的产品与服务。未来我们 Fulcan 的使命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喝到干净的水。谢谢。